可能很多人都是透过 YouTube 频道认识我，但其实我们团队投入了很多时间在英语教学上。许多不同英语水平的学生都曾跟我们讲过，如果我的口音能更像母语者，对口说的信心一定能大大提升。我相信通常英文老师的回应都是不要太在意口音，只要英文讲得通顺流利，能与人沟通就很棒了。我觉得老师们讲的是没有错的，但作为一个学习中文的外国人，我十分了解语言学习者对口音的不自信。我们听到了你的想法，所以推出了这门英式发音课程。我将会与来自台湾的专业英腔教学老师子欢搭档，制作5个小时逐纲英式口音的线上课程。课程针对华语学生而设，将会以中文为主要授课语言，逐点分析华语学生常犯的发音错误以及障碍。来自英国南部的我会亲自示范全部44个英式英文发音，让你先打稳根基，在讲述单词和句子时发音更标准清晰。在学会了全部英式发音后，我们会挑战连读技巧和语调变化。我跟子欢会把这些听起来虚无缥缈的技巧拆成实际可行的练习。如果你能掌握这些，我相信你的英语表达一定会更流利生动。想知道更多关于课程的资料，可以点击下方资讯栏的链接。现在报名还会有超早鸟优惠哦，把握这次机会。我们期待完成课程后，拥有一口纯正英式英语的你。